下课去阿妈家乖乖听话哦。生活对我们有太多期待。六点吗？好好，没问题。姐姐在等。好，马上来。为了扮演好每一个角色，你时常压缩时间，处处委屈自己。属于自己的片刻都被妥协，有时只需要一个念头，就能为自己留下一些空间。如果可以，让我们带上你。